杰斯，水。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的营帐。送到了北仓做质子，我给他下了狼毒。他身上有狼毒。现在狼毒的潜伏期已经过了，我想等他狼毒发作的时候取其性命，然后拿下一切。可是你们没有外界的帮助，要小童吕敖正面抗衡根本不可能。况且他还有一统天下的饮血剑，会有办法的。这样，从今以后，我进府揍你的那样，你就能知道一齐的情况。况且，我又是吕敖的妃子，能掌握他的一举一动，这样你们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再回到他身边，而且。我也不想让你再去冒险。用你这句话，我愿意为你做这些事。